所以值得我们同志家我们其实要去太多了。这是一个专业性的做信用评估的公司，他对国家对银行对公司都会做出一些信用上的评估啊。他的评估呢也是包含了他的标准，包含了政治制度以及经济结构还有财务等等的这些货币灵活性。总体来说三个 A 是最好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么一个他所做出来的这个信用评估，这是一个信用来看一下标准普尔对中国的主权信用给出来的评估报告是两个 A 一个键。美国主权信用这个我们都知道曾经是三个 A 啊，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现了太多的债券，让人们有一点点担忧它的偿还能力，包括标准普尔也把它从三个 A 降到了两个 A。 加拿大以外的地方拿加上来你的钱变得安全了一些啊。国家有国家的信用，金融机构也有金融机构的信用。刚刚我们谈我们主席提到中国的银行，我们来看看标准普尔对中国银行的评级是怎么样的。当然讲银行的这个要说一下啊，因为银行它加拿大最大的银行 RBC 啊，我曾经问过一些新的移民，他们也有说 HSBC 啊有其他银行的啊。 RBC 作为加拿大最大的银行之一，它的交易评级其实是敲大梁的长独角戏的单边的啊，讲些什么就银行在北美的在加拿大这边有一点点不同，除了银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金融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机构就是高净资产人群。左侧这是全球的，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在中国的富豪当中，他的资产的组合形式当中排名第一位的就是房地产，排名第二位的啊是制造业，第三位的是资源。那么全球的平均来讲，他的全球富豪的